子轩，我是不是该走了？去哪儿？离开这儿。子轩，我跟你说过，你或者你的组织需要你留下来，你就是票的压寨夫人。 那你呢？我什么？你需要我留下来吗？哼。其实，我是想说，如果我们认识在先的话，现在会怎么样呢？ 今天突围的时候，我让你带着女剑先走，你走了。这要是换做他，他会跟我吵，跟我闹，甚至像以前那样拳打脚踢。总之，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留下来。你不会是在怪我吧？没有，我没有怪你，真的，丝毫没有怪你的意思。 我是想说，你们两个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女人。你冷静、优雅，而且总是对的。那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你知道我在问什么。 你知道吗？它就像是九山十八寨，随处可见的土。这些土是我的命，我一生的命运都会扎根在这些土壤里。我跟它在一起相处，会感觉到非常的自在。而你呢？ 你根本从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你像水，可以流得远远的，你也可以把我带远了。按你们的话讲，叫什么来着？啊，广阔天地，是吧？我相信我走进去也会像你一样，拥有很多优秀的品质。你们怎么说？ 真理，是吧？我想我会喜欢的，但是说实话，能否走进去，我心里真没有底。谢谢你对我说了实话。 早点睡。加藤死了，围剿无功而返。 森田遭到了上级严厉的训斥，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三天三夜。皇协军里甚至一度传出森田养小鬼、报复票的小道消息。不管有多么荒谬，有一点是肯定的：票和森田、小鬼子和抗日联军之间。 已经结下了解不开的血海深仇。
at speed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every shot from the top.你们都别忘了，定州城里可还有咱们的店铺呢。就那几条街，你们能抢粮，日本人就不敢抢你们啊。再说了，都是街里街坊的，动静闹得太大，咱们名声一臭，那以后的生意可就更难做了。那怎么办呢？影城呢？你说的是荣华粮行。哟，你又知道了。荣华粮行是影城最大的粮铺，表面上是一个叫张学勇的商人在经营，实际上幕后的老板是一个颇有威望的日本商人。他一方面帮日本军队囤积军粮，另外一方面倒买倒卖，谋取暴利，可以说是赚尽了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也好，咱们这厂子不但解决了九山十八代吃饭的问题，而且给日本人一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啊，吓死他！而且他们只要想赚钱，我们就一定有空子可以钻，只要疯狂的让，一定能成。怎么样？那就说好了，干他一票。干他！干！老板呢？哎，在。哎呦，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几位爷爷这是在这用餐呢，还是要住店呢？我们要十间上房，有吗？有，哈哈，我们精通的上房在全影城也是一等一的。不过这价钱嘛，先当定金吧。哎呀，来人呐，来，快，带几位爷上楼看，最好的房间一间一间的挑，几位爷需要什么就置备什么。哎，好嘞，几位爷，里面请，有劳了。哎呀，真是财神爷到我们这儿了。哎呀，爷，那个贾老板跟夫人好像住一个屋。他们名义上是夫妻，当然要住一个屋。住两个屋，多让人怀疑啊！你快点，不生气？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能进吗？哎呦喂，瞧瞧这俩小伙子，真帅呀！啊，有事说事，有事吗？走吧，踩踩点儿去。哇，你看不到眼啊，爷。瞧瞧，真棒！哎，大家排好了啊！粮行今天乃能限购大批21斤，排好了啊！太香了！前面就是荣华粮行。狗吃的东西，胃口还真不小。弄就弄他把大的。走，过去看看。哎，让七哥先去看看好的去。七哥，你先过去看看。行。饿坏了，见粮行就激动。
哎，媳妇，哎，我们在鼓楼饭店等你啊。行，你们先去吧。 啊，你们有多少粮食？来，我先去啊！来，老婆，来，谢谢。摔疼了吧？哎，谢谢。丁子，离开这儿，别让我再见到你，否则我要你的命。 客人饶命！客人饶命！客人饶命！我可不是故意来看着你的，我真不是故意看着你的，我这马上就走，马上就走！你爹不要你了！娘，大家都不行！ 叫花子，你认识啊？那个人就是我的生身父亲，定州城悦来茶馆的王掌柜。是我让他离开定州的，我不想见到他。真是冤家路窄呀，没想到在这儿又碰上了。当年就是他不肯花20,000大洋把我赎出去。 其实吧，荣华粮行有的是粮，关键是怎么把粮弄出来，再运出城去。小点声不行啊，隔墙有耳你不知道。放心吧，蠢存咱们都包下来了，有耳朵那也是咱们的。是是是，就你知道。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把那么多的粮食运出城，光马车就得有几十辆，不想个周全的法子还真是不行。想那么多干嘛？照我看。 直接把那日本人给绑了，逼他就范不就得了吗？哎，董风池，我说你是不是猪脑子呀？咱们刚到影城，初来乍到，这儿有多少宪兵，多少皇城军，谁和谁好，谁和谁不好，多少有头有脸的人物，你都知道吗？张口就来，还是听老板的吧。 民国14年清明节那个早上，我睡正香呢，被我爹一把从床上薅下来，逼着我练功。我不乐意呀，睡得好好的，我爹就生气了，还抽我，这么老粗的鞭子，哎呦，把我给恨的，把我给气的。本来说好了一块回乡祭祖的。
他不带我去了，罚我在山寨里扎马步，从早上一直扎到太阳下山，多长的时间呢？我一边扎着马步，我一边就那恨呢。我心的话，等你老爷子回来，我绝不搭理他，就不搭理他了，生气着呢。回来我也不搭理你，我就在山寨里扎马步，扎呀扎呀扎。后来，我爹真没回来。肖长红跑来说，我爹死了。我当时没什么感觉，我腿酸着呢，微风倒头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还真没人叫我起床练功了。我就睡得挺高兴的，转念一想，肖长红说什么来着？我爹死了。肖长红后来也不让我练功了。哎，有的时候吧，我一人还偷偷的练，一边练一边就忘了，就在那儿说：“爹，我练的对不对啊？”再也没人搭理我了。我真的知道我爹死了。人啊，好也一辈子，坏也一辈子，只有一辈子。人一走就什么都没了。哟，客官，你有什么事吗？那个今天被扔出来那个老乞丐，他在哪落脚知道吗？哎呦，我正还没注意，这人南来北往的。这么着吧，前面巷子里咱城里的老乞丐都在那聚，人去那瞅瞅吧。哦，谢谢啊。啊，得嘞，客官您慢走，慢走。是按照你的吩咐，我离开定州的。我真的不知道你能跑到影城来，这，你这个真的不怪我，不能怪我。你好好看看我。你真的不认识我？不认得。你就是爱吃杏仁酥的那位客人。你还把我从宪兵部里救出来，虽然当时我也吓得半死，但是现在想想，我还真的是多谢你。
很多年前，由于王掌柜有一个儿子，土匪绑了他。土匪让这个王掌柜拿20000大洋来赎他，他不肯。没办法，土匪只能把这个孩子留下。我就是那个孩子。我是在土匪窝里混大的，从那时候起，我就叫片儿了。片儿，儿子，我对不起你。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孤独终老了。不曾想我还能见到你。当初绑票的时候，我筹过钱，真的，那20000块现大洋的说多不多，可也不算少啊。你当初那茶馆刚装修完，钱也不凑手。这3天刚到，这山上就给我送来一个信儿，说你被撕票了。可我总觉着你还活着，以后的日子我也听到点风，我也想上山去瞧瞧。可是我害怕，我不敢，真的。所以你现在说的那些话，你不想见我，我明白了。我若是你，我也不想见。我给你那些钱，你都用完了？那半道上让人给抢了。总之，这全怪我。真的，你说如今家财散尽，沦为乞丐，这都是报应，这全是报应。飘，我知道，我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爹对不住你。行了，别说了，都过去了。等我这回办完事儿，你就跟我一块儿回天龙寨吧。
那你这次来是为了粮食的事儿吧？你怎么知道？那刚才洗澡的时候，就你那叫凤池那兄弟说了那么几句。荣华粮行，那可不是好对付的呀。我知道。要我说呀，这强龙不压地头蛇，不能来硬的，得借力用力，以智取为上。你有办法？鞭打奇客。这是我的亲生父亲。早年啊，我父亲啊在北平啊做生意，后来啊生意失败了，受了点刺激就离家出走了。我这么多年一直找啊找啊，就是找不到。后来听一个朋友说我父亲到了影城了，这才我才携资啊在咱影城开了个金店。做生意是假，找父亲是真呐。没想到你真的早这么说
影城真是咱们贾老板的福地呀、啊，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是呀，太对了。金谷开业，老爷子前来道喜，这是双喜临门呐、啊。对呀、啊，贾老板千里寻父，孝行感动天地呀、啊，是为我们影城百姓的表率呀、啊。所谓慈善之家，必有余庆啊！恭喜恭喜啊！谢谢，尽量一定生意兴隆啊！谢谢影城的父老乡亲们。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啊！大家一起拍个照，留个影吧。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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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起拍照。哎，我上报纸了，嘿，我上报纸了。给我看看。哎，太好了！这样一来，全影城都知道咱们贾老板和他的金店了。老爷子，你真是太高明了。声势已经造出去了，赶紧行动吧！丑死了。雨然，一会儿你跟七哥带着爹在城外等我们啊。庄粮的事儿就交给肖大当家的了。玉兰叔人啊，你们俩跟着爷负责车队的安全。好。咱们可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可千万不能出问题，都明白了吧？明白。走。没有。走。平儿啊，你今天会没事的，肯定没事儿。爹，等这事儿办完了，咱们就回天龙寨回家，啊？没。这是不是您桥上的那副手镯啊？哎呀，瞧瞧瞧瞧，贾老板，您这可怎么说话呢？啊，我就那么随便一提，您还真上心了。哎呀，话可不能这么讲，刘老板，这副金凤手镯往您夫人手上一戴，哎，那全影城的郭太太、郭小姐们还不疯了似的往我金店里头钻。啊，哎，到时候我那生意那就是财源广进呐，不是我上心，是您上心，您夫人得上心呐。收下，收下，收下啊！不好意思啊，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怎么话啊？这是，哎，给包好了啊。刘老板，借一步说话。有个事儿啊，得麻烦您。什么事儿啊？兄弟想借50辆马车。嗨，行啊，不麻烦啊。您这是照顾我呢。要这么多车干嘛使呢？运粮食。哦。哎，给个亲戚帮忙。啊。这50辆马车的买卖可招式不小。哎，承蒙您抬举了啊。价钱您定，哎，我呢，只要是好马、好车、好把式。哎，您放心，虽说咱们认识时间不长，可就冲您这千里寻夫这孝心，我刘某人认您这个朋友。你放心，肯定给你最好的。啊，那就谢谢刘老板啊。这个等粮食啊，在张老板那装了车之后，咱们立马就结账。哎，甭忙甭忙，你贾老板开着这么大个金铺，还会赖我的账不成啊？发了车再结账。哎呀，瞧瞧，刘老板也是性情中人呐！啊，那我就回去准备账。好，好，好，这就告辞。好，告辞，告辞，告辞。刘老板，这个你可不能忘了。哎呦，谢谢了。哎，好，慢走，慢走。七哥，按计划行事。明白。
他们这会儿应该装车了吧？没那么快。老爷子，可能还要再等一会儿，您别着急。没事儿。哎，我方便一下啊，我陪您去。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啊，您小心点儿。哎呀，掉不到茅坑里。哎呀，哎呦，贾老板，张老板，哎，来。哎呀，张老板啊，这个二掌柜的都跟你说了吧，千万得帮忙啊啊！怎么要这么多粮食？哎呀，是这么回事儿，我有个亲戚，不知道他怎么就找着这个赚钱的门路了。可是他呢没有人手，我这平常不是养了很多这看家护院的闲人吗？那他说这事儿你就去干吧啊！他也知道我在影城这个地面上啊，这头头脑脑还都给我些个面子，就这么回事儿。这是好事儿啊！是啊，哎，我说贾老板，不过现在这粮价，粮价好说啊。我呢是开金店的，粮行的事儿我不懂，你定啊。只要你别赚的太多，别让我亏得太厉害，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反正我在这影城地面也有生意，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都互相有个指引呗。一听就是个痛快的人，谁说不是呢？啊！行，只要粮食一装车，咱马上就付账啊！行，就这个数，就这个数了。好，赶快去多叫些伙计，干活麻溜点啊！别耽误了咱们贾老板的正事儿。哎哎，您二位去放心吧，我这就去办啊。凤姐，啊，老爷子都去了那么久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嗨，夫人，这您就不懂了。这老先生方便啊，他慢，他得解开裤带，他稀稀拉拉，他等半天。不过这等的时间好像是有点长啊，我去看看去。掌柜的，我也少了我的货吧？哎呀，看您说的，都是一个城里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了，差谁也不敢差你们贾老板嘛，啊？行，哎，待会问我们老板收钱去啊，别说我赖账啊。哎，知道知道，快走吧，天也不早了。再说路上还要耽搁一会儿啊。行。走，慢走啊！走。慢点啊！慢点啊！夫人，坏了！怎么了？找不着了！哎呀，我俩的牌搭子来不了了，是不是？啊，老板，贾老板的粮食装完了，车也发了。啊，好啊，你忙你去。哎，我这个账房先生怎么还不来呢？这样吧，张老板。我回去取钱去啊！来，二掌柜，你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哎，贾老板啊，不急不急，这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啊，容他算清楚再说，是不是？不合适啊，这都装上车了，你说说啊。请坐，请坐，请请喝茶，请喝茶。你看，这弄得我不好意思了。哎呀，这，你忙你的去吧。啊，二掌柜，我儿子在这儿。